本期讲解一个国学赛道项目拆解，年入1000万的项目啊，怎么做？国学赛道是今年来兴起的网络文化领域之一，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，它涵盖了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艺术等多个学科的知识，旨在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促进学术研究和大众传媒的有机结合。国学赛道的编制多种多样，这节课全是干货，轻松的话思维就会提升。国学赛道可以长久操作，而且利润也是非常大的。这就是一套课程，一百多兆，视频讲的还可以，讲的挺不错的。如果想要做国学赛道的话，这套课程非常合适。大家同样可以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国学赛道项目拆解啊，就可以下国学赛道项目，或者是国学赛道项目拆解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